啊，就这么说，他上个周末去纽约场了。一般过去时其实就是在这个谓动词这体现，其他的都一样，没什么区别跟其他时态啊，就是这个谓动词要用过去式。我们把这个转换一下，改成一般疑问句啊，这个助动词要用 be 的，用了助动词就用助动词来体现时态，而 do 的过去式就是 be 的。第三人称还是第三人称，用了 did 的后边的动词用原形，哎 ，did you go to 后边抄下来就行了。New York City last weekend， 哎，一般疑问句要读声调。上个周末他去纽约城了吗？